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今天在讲的普门品，普门品常文有两番问答，初番问答，问答得名所依，依何因缘名观世音，这个已经说过了。第二番问答，问答游化方便，观世音菩萨他在娑婆世界游行教化，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那么他的游化方便又是怎么样子？那么无尽的菩萨请问之后啊，佛的答复，先别答后总答，别答就是平常说的三十二应身，也就是在经文里面平常说三十三身或者是三十五身，对照楞严经，那么楞严经说是三十二应，那么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总答是把前面这个别答里面呢没有说到的通通包含在总答里面，总答的经文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与种种行有诸国土度脱众生，上次是讲到这里，总大的文字虽然是很少，但是它的含义啊，是非常之广的，包含前面别答里面没有的统统都在总大里面。种种行，行身形身体的形象现种种身，就是种种形，而前面的三十二应那是一种一种身份呢、把它列出来，这里种种形就是前面三十二身之外三十三三十五身之外没有说到的通通包含在种种形里面，就是十法界所有一切身相，只要以众生能够使他得度，能使他离苦得乐，有因缘都可以显现，所以叫做种种行。游诸国土，这就不止娑婆世界，问的人只问在娑婆世界，佛的答复在总答里面不但是游化在娑婆世界，也在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世界中啊，广作度化众生事业，所以游诸国土，游化，以三论不思议化在十方国土啊，做广度众生事业，无论是现身说法救苦救难。不但是在娑婆乃至十方世界无处不现身，无三不现身，所以叫做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度化众生使他得到解脱，这是菩萨实现的目标，这是总答。第三劝供养，初番问答的后边是劝持名念观世音菩萨，这里第二番问答说完劝供养，因为菩萨现身说法呀，我们以世间最简单的礼貌的法来说吧，例如我们家里有客来，你总得有个表现呢，请客人坐下来，奉献一杯茶，是最起码的了，请坐喝茶，这最起码的。有没有糖果，有没有水果，是不是请吃饭，那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有客来你总得请他坐坐喝杯茶，这最简单的。所以这个菩萨现身说法度化众生，那么众生对菩萨应当有个回敬，这个回敬最简单的就是供养啊，供养不限任何物品，也不论多少，一杯茶也是供养，
乃至以礼来说修行，儒说修行供养，那么能如法修行也就是供养。不过现在这里还是先谈了在四项上的供养，说你们大家应当要发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所以劝供养。劝供养的经文呢有两段，第一劝，他这个科判很简单了，劝就是佛劝大家说，既然菩萨这么慈悲，到处示现度化众生，那你们应当对菩萨有个表现呢，就是供养，就劝众生劝供养啊。所以这个第一是劝，第二受旨，接受佛的意旨，那么就实现供养观世音菩萨的实际的事情，那么无尽意菩萨接着就真正的做到这个供养。现在这里先说劝，就是佛劝众生应当供养。经文说，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一步为极难之中能是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是无畏者。这一段文就是劝释迦牟尼佛劝大家对于菩萨的恭敬心，那么就是表示供养。是故两个字啊，承上文而升级下文。既然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无处不现身三轮不思一化，那么由此甚德的缘故啊，汝等汝指当时的当机无尽意菩萨，等等于在会的所有听众，并及未来一切众生，我们大家通通包含在这个等字里面应当，这就是正劝的主要的意思，你们应当要这样做，最起码你们有发心要这样做那么应当怎么做啊？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供养在普通的四事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那么现在在对菩萨的供养啊，随份随力香发灯果，表示这个恭敬心供养。但是供养必定要一心，前面持念观世音菩萨要一心，供养也要一心，供养也不能随随便便了我说我供养菩萨嘛，随便的端一杯水一杯这个茶水到菩萨像前随便一放就完了没事或者是根本连都没看到菩萨，那么把一杯水放下去那么就走掉了，这样是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个不是一心，那是多心，那是善心乱心所以对菩萨的供养你必定要表示个恭敬，那么就是专一其心，就是恭敬。我们游客来端一杯茶请客呀，那你应当也朝住客人呐，连看住客人才表示恭敬啊，你不能说是我端住一杯茶你喝吧你脸不是要朝到呢东西南北，那么茶的到了这个客人面前，对你们根本没看他那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这个茶我也不喝了。为什么？你没有心嘛，你脸都不朝这边看了，那可见你这是好像是养猪养狗一样太不恭敬。所以你就是这个很普通的礼貌，我们端茶供养就是请客也要连朝着客人看了表示恭敬心啊，不能说是你喝吧随便一摆算了，这不行。那客人看到你这没有恭敬心就是好像是很不礼貌不友善，那么人家也不喝你的茶了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上最起码的礼貌尚且要这样做到，何况是对菩萨的恭敬心，那更是需要一心的专一其心。所以我们在大殿上凡是在佛前供香供茶供果供香花等所有供品端到佛前必定要表示恭敬例如说如果你手里端着这个供品在佛前不能这样问讯吗？你最起码一举到佛前一举，这个举起来齐眉，举这个眉毛不要太高，就是眼睛看着下面
这个贡品跟这个米卯相齐，这样子哦，就在佛前一举，然后啊端到这个佛前啊，把这贡品供在供桌上，然后再回到中间呢、啊、打个问讯，嗯、啊、打个问讯，然后才走，不可以拿到佛前、啊、走掉了啊，这不可以，这不好啊。我往往看到有些人是会有这种的不好的习惯，他不是不肯做，而是不知道某张样了啊，他不懂这个礼貌啊，反正菩萨他也没看我嘛，反正他是泥塑木雕啊，算了，我摆下去就算了，这个心里要不得。你必定在佛前，在大殿里啊，看到佛像，就是真正的佛坐在那边一样。你不要心里不要想那是泥塑的、木雕的、纸画的、铜铸的，不能动这个念头。到了大殿，你就想那佛像啊，就是真正的佛，真正的菩萨坐在那边，恭恭敬敬的把贡品供上去，香必定要一举，然后插下去，插也插得端端正正，不要歪歪斜斜啊、哦。那么也插在中间啊，插好了，然后打过问讯才走。就是您这个上殿的时候，在佛前，那你要拿一个法器，比如说拿个小木鱼啊，也得应当在佛前打过问讯，然后把小木鱼请来一举，然后回到自己原位啊。不可以到了佛前一抓就走了啊、那好像是抓什么东西似的，这个一点礼貌都没有，这个不可以啊。所以印光大师说，欲得佛法实意，须向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消一份罪业，增长一份福慧；有十分恭敬，消十分罪业，增长十分的福德智慧。所以到了大殿呢，必定要恭敬，不能马马虎虎，不能随随便便。你这一念恭敬心功德就不可思议啊，假如你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随随便便，那你就白修了啊，得不到真实的利益，还有怠慢之过，还有对佛对菩萨没有恭敬心，怠慢之过啊。当然佛菩萨他不会怪我们，你怎么搞他都无所谓啊，佛菩萨慈悲嘛啊，他把你看作一个小孩子，你就是打父母，父母也不会起怒心的啊。所以说三岁打爷，爷欢喜，三岁小孩子你打爸爸，爸爸很高兴啊，打祖父，祖父也很高兴，因为他小孩子啊，他不懂。假如你十三岁那就不行了啊，这是忤逆了，那就不行了。所以如果你随随便便佛把你看作三岁小孩子，当然佛无所谓，可是你自己得了怠慢之过，这必定要对恭对佛佛法对三宝必定要有恭敬心。还有一点呢、啊、我们平常看到这个寺庙里有一个这个不大好的习惯了、啊、比如说这个你不懂这个课本背不起来，比如说我们念普门品啊，你背不起来必定要拿出经书啊，这个经书拿住这是法宝啊，念好了要放在干净的地方，不要放在拜殿上，这个拜殿上你站得那么高，这个法宝摆得那么低，这样子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不要把这个佛经摆在那个拜殿上，应当念好了摆在旁边，有桌子我摆在桌子上啊，不念了摆在旁边啊，那么必定有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放啊，也不要拿住佛经拜，拿住佛经再拜，这个不好，这不好。你必定要把要拜的时候，无论是三皈啊或者是拜愿啊，你必定要把这个佛经摆在一个地方，然后才来恭恭敬敬的拜。你不要手里拿着佛经啊，一边拿着佛经一边拜，这个不好的啊。那么因为这是手里请的就是法宝，法宝你必定要恭敬啊，拜的时候不必看了啊。难道三皈念不起来吗？难道拜愿的时候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念不起来吗？还要看书吗？应当没有这个事情吧啊，应当把书把经书摆起啊，摆在一边放在一边啊，然后才来拜，这样子啊才能恭啊表示恭敬。那么经书凡是摆在桌子上也要摆得整齐，不要歪歪斜斜啊，或者是一半在外边一半在里面啊。我从前还是初学佛的时候，在山上曾听一位老前辈说，我因为我不小心啊，小孩子不懂啊，这看经看好了，随便桌子上一摆，这一部分伸出外边，
这个老修行看到我这种情况啊，他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子害得微托菩萨很辛苦啊。我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也不懂得怎么辛苦。他说你这个经书埋在这个伸出一半来啊，伸出一边的这个微托菩萨就拖出这个经啊，那么你累他辛苦啊，你把它埋进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把它伸出到外边？是不是真的如此？微托菩萨是不是真的把他这个经书投入？我们不知道了。那这个教人呢，要恭敬，把经书也摆好，不要随便摆在这个桌子一半了，或者随便这样摆不好啊。那么古人就老前辈就说，你这样做，那微托菩萨很辛苦啊，他就把你这个伸出来的经啊，用手托住啊，这是表示对法宝的恭敬。是不是微托菩萨真的这样做，我们看不到，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必定要把这个佛经摆好供好啊。我经常啊，我都很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我总没有这个机会讲话啊。例如说我们这边讲经吧，你们听经听下来，要走的时候摆在这个金柜子里面乱七八糟啊，歪歪斜斜，有从来不曾有整齐过啊。我发现了，我就把它重新把它整理好啊。可是大家都不会看，不看人家怎么做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佛经摆在金柜子里面还是乱七八糟的，这个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这功德不晓得在哪里去了，是吧？这个很重要的啊，不要看着这个小节啊，无所谓，不对的，不能这样这么马虎，不能不拘小节，你没有大悟啊，大悟可以不拘小节，你在大迷的时候不拘小节都不得了啊。所以凡是佛经在金柜子里面也要摆得整整齐齐。很庄严的摆得整齐，不能随随便便啊、哦。那么因为讲了这个一心供养，顺便提到这是题外之话，在经文里面是不一定要讲这些话，但是平常发现有这些毛病啊，这个毛病是越来越普遍了，现在也不会有人说，哎，你经没有摆好啊，微托菩萨很辛苦，已经没有人讲这个话。这个话我是在十几岁听到的，50年来不曾听过了啊，所以现在不会有人讲这个话，那么大家就越来越马虎了。这可见从前的人呢、啊，他对于三宝的恭敬心都是很用心的。现在人就不讲究这些啊，所以这个话、啊、不能不讲啊，不讲后边将来就没有了，你听这个话的机会也没有。所以我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供养要专一起心供养观世音菩萨。讲到后边的经文呢、啊，尤其讲到四无畏。我要提出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53参参到观世音菩萨那一段了、啊、提出来啊做帮助解释。华严经如果80华严是在这个第60卷开始到第80卷21卷通通都是善财童子的53参的经文。另外有一部40华严详细的题目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详细的题目是这样的，简称就叫做40华严，就是入法界品的一品的别义，它有40卷，因为有40卷所以称它叫做40华严。这里面讲善财童子53参参53位善知识，实际上是55位，有说法有教导他的就有53位啊、这53位善知识当中，其中到了参到这个第27位，第27位善知识就是观世音菩萨，到了普陀罗伽参拜观世音菩萨。经文40华严在第16卷，40华严在第16卷啊、由这个善财童子参观世音菩萨的那一段文，那么那是观世音菩萨亲自说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对善财说，善财请问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法门，教他这个修他的方法。那么因此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善财童子的参问的时候啊，他对善财说了这一段话他说，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萨大悲速济行解脱门，善男子，我以此菩萨大悲行门平等教化一切众生，摄受调伏相续不断，善男子，我很住持大悲行门，
常在一切诸如来说，普现一切诸众生前，随所应化而为利益，或以布施摄其众生，或以爱仪摄其众生，或以力行摄其众生，或以同事摄其众生，或现种种微妙色身，这就前面的三十二应摄其众生，或现种种不思议色尽光明王摄其众生，或以音声善巧言辞，这就是说法，或以威仪甚妙方便，这就是现身，或为说法，或为神，或现神变，令其开悟而得成熟，或为化现种种色相，或种种族性，种种深处同类之形，与其共居而成熟之。这就可以看出观世音菩萨的视线不是只一线而已，他还要现出跟他同类之身形，就是同事，还要跟他共居，他还要显现出来跟这个众生共同居住，而来做他这个度化众生事业，这就显示他的大悲行门呐，真是不可思议。这是善财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善财开头讲的一段话，后边有句诵，长文句诵很多，凡是与本这个普门品有连带关系的，或者是需要知道而这里没有说到的，都把它提出来做参考。这里说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文字里面，观世音菩萨后边的句诵啊，有这么一首句诵，说或清净心心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花散我身，当生我刹无应供。这是观世音菩萨对善财讲的话，说世间上如果有人供养，这是在句诵的后边呢，是第十六颂啊，那么是在后边，所以才说这个供养的事。如果世间有人以清净心，这个清净心就是这里的一心，一心就深口于三业清净专一其心而来表示供养，心就其生其供养之心，心供养。第二句说的是供品，或现宝盖，宝盖供养啊，或烧香点香供养啊，或以妙花，就是花啊，这个花供养，新鲜的花等啊，散我身，在印度的习惯都是把花呀散在佛菩萨的身上，我们这边没有这个习惯，就把这个花供在花瓶里供养啊，用意是一样的。当生我刹为应供，这说明这个供养的功德，他将来这些人如果他有愿意要升到我的佛国的话，他以后都能升到我的国土。那么他的国土在哪里呢？有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修念佛法门的人必定要兼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或者是专修观音法门的人要求往生，一样可以得到往生的。这个道理后边还有句诵可以说明啊。那么这是对于这个供养，你发心以清净心供养啊，如果发愿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他的佛国，都得往生啊，专一起心供养。看这经文，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啊，摩诃萨就大菩萨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代果行因，已经成佛了，示现菩萨的身份而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是大菩萨。以不畏极难之中能事无畏，众生在恐怖怕畏很恐慌的那种情况之下，极难的时候，紧急的灾难的时候如果能够称念菩萨，他能布施你得到无畏，能够远离这种极难的部位就能够消灾免难菩萨是寻声救苦了，所以部位极难之中能事无畏，能够布施众生得到这个没有恐怖怕畏的这个安宁。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事无畏者，因此之故，我们娑婆世界的一般知道菩萨法门的人称观世音菩萨叫做事无畏者。
四无畏者是从德受名，从他的功德建立这个名号。菩萨的功德无穷无尽，嗯，所以他的德号也就无穷无尽。当一个观世音菩萨或者是观自在，不足以表达菩萨的圣德，所以菩萨还有许多的别名。那么四无畏者，则就是人，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众生无畏的一位大菩萨，所以大家都尊称他叫做四无畏者。善财五十三参的文字里面对于这个四无畏句颂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在或在为恶多由不，日夜六时称我名，我是现住彼人前，为作罪圣归依处，彼当生我敬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由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有这八句两首的句颂啊，表示是无畏。或者有些众生在为恶危险呢，很危险的灾厄灾难啊啊，来度一切苦厄的厄，或在为恶多游步，很多忧愁、很多恐怖的时候、很危险的时候，日夜六时称我名，我观世音菩萨自称啊，对，无论是白天晚上，自诚恭敬称念我的名字啊，称念观世音菩萨。我是现住彼人前，我随时就现在这个求救度的人的面前啊，现身在他面前，无论是显现或者是梦现啊，在他的身边，为做最圣皈依处，给他做一个最殊胜的皈依的地方，归头依靠于观世音菩萨，使他得到安宁。不但是当时解脱这个啊危险恐怖忧愁的厄难，而且将来彼当生我净佛刹，彼是这个求救苦的众生，不但当时脱苦啊啊，离这个部位啊，而且将来还可以升到观世音菩萨的国土去，彼当生我净佛刹。我观世音菩萨自称啊，他这个人他将来要升到我的国土里，与我同修菩萨行。古人说观音世子把手共行啊，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是同参道友了啊，所以与我同修菩萨行。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啊，就是凡夫得到他的救度，将来往生到他的国土去啊，还说是跟他同修菩萨行，成为同参善知识啊，他也没有高居高高在上说，哎，你是我的弟子啊，他还没有这样想法啊，你到我的国土来跟我共同来修行修菩萨道啊。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成就啊？由我大悲观自在啊，在经文里面就翻作观自在菩萨，不翻作观世音，所以由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使令这类众生所有的期望都能使他的成就啊。至于离部位，经文里面说的更详细了，离部位的文字啊，平常说远离五种部位啊，这里讲详细到二十二种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刚才那一段长文，接下去就对善财说啊，善男子，我修习持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部，我要使令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种种的部位。那么那些部位呢，接下去就说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部，离热恼部，离猛兽部，另外一种经本是说离迷惑部，没有猛兽部而有迷惑部，离戏服部，离杀害部，离王冠部，离贫穷部，离不活部，离恶名部，离以死部，离诸病部，离懈怠部，离黑暗部，离迁移部，离爱别部，离怨会部，离逼迫身部，离逼迫心部，离忧悲愁叹部，离所求不得部，离大众无疑的部，离
流转恶趣不？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你只要修观世音法门，一切恐怖都能消除，灭除障碍，正念现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离诸部位，住于正念，佛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智不退转。这就是离部位啊。观世音菩萨自己对善财说，我要使令众生离去这些部位，文字里面有22种，总说只要修观音法门，一切部位都能消除啊。这里不能把这些22部一一细节了，有一部分呢、前面免七难、离三毒、满二求都说过了，后边还有句颂，句颂里面可以比对起来啊。那么尤其对这个远离病苦等啊，这个等到后文呢、经文这个普门品里面虽然没有啊，句颂里面有的，后边再加以补充说明啊。善财童子的53参，参到观世音菩萨是第27位善知识。清凉果寺华严疏钞里面啊，说就把这个善财童子的所参的善知识，配合菩萨的阶位啊，来表达他的所证。最初参文殊师利菩萨发菩提心，那就是以文殊表实性位。那么从第一位的善知识开始，就是初住位，一直配合起来啊。前面有26位善知识，就是表示实住、实行跟实回向位的前6项啊。那么观世音菩萨第27位，就是在阶位方面的配合表示实回向的第7回向啊。第7回向位啊，叫做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啊，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这个阶位以观世音菩萨的地位，观世音菩萨的修行，他们大悲法门对于这个平等随顺一切众生的意义啊，表达的最清楚、最完美、最彻底了。所以因此之故啊，就以亲近观世音菩萨的这个阶段啊，表示他是已经未登第7住第7回向，是说善财参观世音菩萨，由观世音菩萨教导他的大悲法门，那么善财已经得到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的阶位，就是第10回向位的第7位。第27位善知识，就是第27个阶位，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所以这个大悲心啊，使众生离去恐怖，这个说的最彻底、最究竟啊。那么句颂啊，我们配合后边的句颂来做帮助说明啊。前面是劝释迦牟尼佛劝大家应当供养观世音菩萨，下面第2受职，看这经文啊。受职就是表示当时的当机无尽意菩萨接受佛的旨意而来供养观世音菩萨。受职的经文有6段，第1奉命，第2不受，第3重奉，第4佛劝，第5受以转奉，第6解叹。第一段奉命是无尽意菩萨承接释迦牟尼佛的慈命那么就表示他的供养，就是当场啊表示对观世音菩萨供养。那么佛说普门品的时候，法华经普门品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也在灵山会上那么也坐在佛的旁边，所以无尽意菩萨到这个地方随时就表现他的真正的实行供养。经文说，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听到佛这样说，他就说到做到啊！所以无尽意菩萨随时站起来，在释迦牟尼佛面前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呐、既然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利益那么广大
啊，菩萨的圣德那么殊胜，我吴敬义现在应当啊就要遵照佛的慈命来供养观世音菩萨。他在听法的时候没有香发灯果呀，没有准备那些供品，那么只有身上有什么东西就表示供养，所以即解紧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与与之作誓言，仁则受赐法式珍宝璎珞。菩萨身上啊带有璎珞宝珠啊，随时把他紧脖子的脖子啊阿妈棍啊脖子啊，这个脖子上戴的璎珞，在脖子戴的叫做银，摆在胸前身上的叫做珞，璎珞宝珠啊，随时把他戴在身上的璎珞宝珠啊解下来拿下来，解拿下来啊，拿下来把这些宝珠璎珞啊来供养观世音菩萨。他在戴在身上的这个璎珞宝珠价值很高的，价值百千两金。这个文句里面解释说，吴敬义菩萨是地位很高，也是等觉菩萨，那么他戴的璎珞何止百千两金啊？这个百千两啊，是说它的价值很高，不止一百千、一百一千，或者是一百个千两啊，只是说很多。例如说百姓万民，啊，说百姓世间上的人的姓啊，不止一百，不止一百啊。所谓百家姓，你算算看，是不是正好一百啊？啊，这个众这个人的姓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汉民族的姓也不止一百啊。万民，这个民众何止一万呢？现在是二十亿了，啊，整个地球上是五十几亿了啊。那么这么多的人，为什么说万民啊？万只是说很多，百姓万民，那个百万。都说很多，不是正好的这个数目字，所以这个价值百千两金啊，是说它的价值很高，真是价值连城啊，而鱼鱼之，而鱼鱼是用，哪来鱼是供养了啊，然后哪来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要供养也要说话了，表示供养了，而周师言拿到观世音菩萨面前。对观世音菩萨说，仁则受此法事珍宝璎珞，仁则是菩萨与菩萨之间彼此的尊称了啊，吴敬义也是大菩萨，所以他对观世音菩萨就称观世音菩萨仁则啊，请你慈悲啊，接受我这个法事，珍宝璎珞应当是财事，而且是外财事。为什么叫做法事啊？布施有三种啊，财事、法事、无畏事。观世音菩萨以无畏事诸众生，那是无畏事。那么把这个身外之财或者是身体的头目垂脑内财布施，那是财事。说法利益众生才叫做法事。现在明明是财事，为什么叫做法事呢？这有两种意思。第一，只以银罗表罚，这个银罗就是罚，银罗宝珠当体就是罚，以财物来表罚，做布施，那么我这个银罗在大集经里面说，以戒定慧陀罗尼，以为银罗庄严法身，菩萨他用什么做银罗啊？用戒，用定，用智慧。用陀罗尼做他的璎珞宝珠来庄严他的法身，所以这个璎珞就是戒定慧陀罗尼，戒定慧陀罗尼就是法，所以你看起来是财事，实际上是法事啊，因为菩萨本来就是以戒定慧陀罗尼做璎珞来庄严他的法身的，所以虽然你看是璎珞宝珠啊，那么这个璎珞珠中间是宝加以监察，所以叫做璎珞宝珠，明明是财，可是现在是说明表示这是菩萨的戒定慧陀罗尼的法财，不是世间的财宝，
所以叫做法事，这是一种。我们平常说，如果你在财事的时候，那财务布施的时候，能够了解三轮体空，贯察三轮体空，能布施的人当体即空，接受我布施的人也当体即空，中间所布施的物品也是当体即空，这个叫做三轮啊，三轮体空啊，轮是圆满的意思的，轮转不息啊啊。那么这三样东西，我接受我布施的啊，我布施的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空的，原生性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当体即空。你能体悟空义啊，法才是就是法事，能观察这个三轮体空，那么才是当下就成为法事的，所以叫做仁者受持法事啊，即是我这个法事的意义啊。那么我这个珍宝银箩就是法事，所以这个法事两种意义，第一就是戒定慧陀罗尼。用这个财宝，用银箩宝珠表示这个戒定慧陀罗尼之法，第二观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才是即法事，所以这个无尽意菩萨把这个贡品呢拿到观世音菩萨面前，就奉献给观世音菩萨，请你慈悲吧，这是我的供养吧，这是奉命。第二不受，观世音菩萨不接受，经文说使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他反而是好像是很客气了，很客气啊，不接受，不肯受之，表示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啊？两种意义。约四说佛先劝大家供养，无尽意菩萨听到佛的劝，然后才真实供养。那么无尽意是接受佛劝而供，那么佛没有叫我接受啊，佛当时还没叫我接受，您是接受佛的劝而供，佛没有叫我受，我怎么好意思受啊？佛在这边啊，你没供养佛反而供养我，佛是主人呐、我怎么好意思接受啊？所以这四项上的说法。越法说里面含的法义，不受诸受才是真受，不受才是真受啊。他虽然没有受，是表示这个法义上的受一切法，无所不受，不受才是真受，所以也不肯受之。那么法义你不懂，最起码四相上可以懂的啊，因为佛还没叫他接受啊，所以他不好意思啊，要客气一点，怎么在佛前接受人家供养呢？所以观世音菩萨客气的不接受。无尽意要表示他的恳切的恭敬心，不能说你不接受我就我啊，那好了，那你不接受我也挂起来吧，不是这样子，那是做做样子。有人说正在自己吃东西，你们假不啊？实际上他自己在吃嘛。如果给我吃，他就没得吃了。当然我你吃好了，我不能吃啊，我不吃啊。如果说是你吃了，我把它接过来，好了啊，你无糖价，阿瓜无糖价，阿内蒙货了啊。所以他正在吃东西的时候是看到你来了，不好意思，你们假不啊呢啊？那么当然我们说我不吃，你吃吧啊，因为这是你自己在吃嘛。我如果把它接过来，你就没得吃了。那你饿肚子啊、所以在这种情况那是做做样子，没有恭敬心啊，不是真正为供养而供养。现在无尽意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真正发心供养的，所以重奉第三重奉，重复再奉献啊。无尽意福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明我等故受持银箩，这是对观世音菩萨表示，我不是做样子，我是真正要供养你，你慈悲吧，这是我的供养。所以再重复禀白观世音菩萨说，仁者你怜悯我吧。这个怜悯啊，彼此同辈也可以说怜悯啊。同时菩萨是为众生而布施，为众生而供养，是为众生，那么那你另应当要怜悯众生了
不是单为我，你为众生来接受吧，啊，那你应当要受我所供养的璎珞。第四，佛劝，哎，佛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意思，佛没有开口，他不好接受了啊。既然无尽意表达他的真诚呢，所以佛就劝了啊。而是佛告观世音菩萨，当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罗罗金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这佛劝啊，这个时候佛对观世音菩萨说，哎，观世音菩萨，你的慈悲吧，怜悯这个无尽意菩萨，他是为众生来布施的，你要怜悯这个四众弟子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还有怜悯这个天龙八部啊，八部的名字前面讲过，不必再讲了，还有这个世间的人啊，并及其他各道众生的非人啊，那么你怜悯这些一切众生的缘故，你应当接受他的璎珞供养吧，他是为众生布施的啊，他是真正诚心布施的，哎，观世音菩萨，你就慈悲他吧，你就接受下来吧，啊，那么这就是因为无尽意受见才供养，那么菩萨观世音菩萨如果没有佛的意志，他也不好意思接受，那么现在佛就对观世音菩萨，那你应当要接受他的供养了，所以下面第五，受以转奉，既然佛下慈悲的指命说你应当接受，你不接受对不起众生啊，因此观世音菩萨就接下来了。即使观世音菩萨免诸四众及天龙人回人等受其璎珞啊，那么随时观世音菩萨接受佛的辞职啊，就接受他的璎珞宝珠了啊，然后分作二份，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啊。那么这个道理分作二份的意思啊，他接受下来分作二份，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伙。